些 Hello Nene、Hello Plus、Google 跟 Google 账号全挂了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丢给别人了。Hello 毛娘，害我想要听音乐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是为什么会挂掉啊？Hello QK 男子 KK Box， 无痕视窗。被骗了。Hello Hello， 有一种好久没有看到大家的感觉。Hello， OK， 草莓酱 ，Hello， 微微大大。日本这里，我也是。ban掉就好。Hello， 落地小小，现在开了。在跑。我只是希望不要那么安静。然后我要连我手机的网路，还连不上，我找不到我的网路喂。没钱呢，那你多多买我的生写真呢，期待。哎，他
他跑超慢了，怎么办？去，是用什么找的啊？洛克。Hello， 玉安。所以，如果用 Google 的话，有点对我。Hello， Lin。跑不到。最后倒到叶飞方向，没有，这是真的。这是真的。Some people want love, but I just never.Hello, 悬崖了，企鹅。好像有咯，听什么？听什么？哦，对，然后我刚刚就是手机 YouTube 也打不开。想听，我现在这个真的跑很慢，哈喽易凯，哈喽 QQ 男子，为什么突然间谢谢叔叔送的枫叶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礼拜天发的那个并不是业配文哦，叶佩文，大家再等等。鲜牛肉河粉加香菜。好的。谢谢。哦。哎，唱的不错嘛。Google 新闻出来了，是为什么？我写的这首歌，所以是为什么？是一首简单的。你该不会穿迷路？你想我穿迷路是不是？没有，那个照片你们会受不了。一本小说。Hello， 切尔东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汤姆。没有，那个照片是我觉得是礼拜天发的，那个是我觉得很好看，需要跟你们分享。那下一次叶佩文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就该买了，好不好？那天那个不是叶佩文，但下次叶佩文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就该指定一波了，知道吗 ？Hello， 金界大叔，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所以新闻是什么？卖到22号，11月22号，不是12月22号。我本来要等到12月24号，因为我妈生日，我想说就发个叶佩文，然后祝我妈生日快乐。现在五篇没有办法。所以新闻是什么？还没有人跟我讲。Hello， 小安。
肉妈生快，我们礼拜天妈庆生。你妈跟秉涵同一天生日，你知道吗？Hello， 单细胞。他现在 YouTube 是显示一个 Oof， 那个照片你们一定会受不了的。我已经都处理好了，生好文了。Hello， 人好。醋酸锭有效帮助舒缓我的敏感肌，稍微煮熟我必须品尝每种食物，那种牙齿瞬间刺痛的感觉让我没有办法再吃第二口，忽略敏感有够慢。没关系，我有去到亚东。所以会忙忙碌碌，将爱麻木，可突然会想起。Hello， 姚，我去亚东，只是你没有来，是你没来。我那天在台下，大家表演完，然后粉丝们该撤的就撤了，然后我就看着杨杰从我旁边走过去，我说：“杨杰耶。”Hello， 双眼，往后台狂奔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去玩，然后他们表演，我就在台下看的。Hello， 哎，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，而且亚东的学生真是很棒哎。你没打招呼吗？你说杨姐吗？没有，我只有跟那个 AKB48 TTP 的成员打招呼。吓死！其实我不知道那天有没有人认出我来，而且那时候我背着我的包包，然后我也带着我的恐龙去，我就去到后台，然后我们经纪人姐姐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会被发现吧？”然后就把它塞进我的包包里，感觉好赞哦，离粉丝超近。敢不敢出现在海？有点远。肯定耶，恐龙超明显，直接被经纪人姐姐说，这会不会有点太明显 ？Hello， 加速。然后礼拜天，昨天弟弟来了家里，超好笑，还有我妈带他去房间，然后又把我那颗肉肉的头放在里面，然后就过没多久，弟弟带着那颗头走出来，我笑到一个不行，你看弟弟。超可爱，结果还是没人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的，因为，而且那天我在台下，我就拿着手机，然后去，我在这，然后就是，超好笑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我啦，莫莫姨，我今天囤了粮食，好开心。自己人自己认，对。我对你有何止细致弥补，眼里偶尔会莫名的光顾，所以会忙忙碌碌。将爱麻木，可突然回想起了全部。啊！地震的时候我在车上，我在机车上。还突然还回想起了全部。
车不晃吗？那时候是因为我同学骑机车载我。哦，我那时候是刚好同学要去亚东，然后我就也跟着去了。对，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架在前面，因为要看路。没感觉好不好？然后他的车手机就叫，然后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？他叫，应该我也会叫吧？我应该没有到世界边缘，所以我就拿出来看了一下，哇，地震欸！然后我说有吗？我没有感觉，我没有感觉，真没感觉。然后我回到家，我姐就缩在那个我们家的沙发上面，就是现在这里。嗯，他说地震你有感觉吗？我说我没感觉，我在车上。然后就走到我们家厨房。他在整理我们家的那个厨房后面厨房的柜子，然后就全部都翻出来。我那当时看到我说怎样地震倒下来，没有，他在整理。我想说怎么变这样？同学会不会以为是你在摇车？半夜那风我有感受到，我还没睡，我也是窝在那躺着摇，然后我就躺在这妈，他说是不是有地震？对，不管怎样叫妈就对。而且我姐那时候说幸好她没有去洗澡，因为那她本来要去洗啊，最后他没有去洗，好像是我忘记怎样，反正他就没有洗。他说幸好没有，因为如果他现在要洗的话呢，就会遇到地震。好像台北这里很晃。这个输语，普通话我是没感觉的，但是听说蛮晃的。我妈打电话问我在哪里，还有妈妈发大威。他的风都没麻，这个饼干真的很好吃。我那天去亚洲真的是很好笑。我一开始是我同学问我要不要去的，我说好啊，我就去了。他在等拿票的时候，因为我那天也是装备齐全，因为我平常戴那个帽子，谢谢新鲜柠檬送的浴衣。我平常戴那个帽子，我头发还是一样这么短嘛。啊，蔡总头发就是这么短，再怎么长也不会长到肚脐眼。所以我那天就戴了一个帽子，再戴一个帽子，然后才看不到后面的头发。然后在等领票的时候，我就这样，然后戴好帽子，然后就走到同学旁边。我看到，你看后面那个戴白色帽子那个粉丝，他是谁这样？头发，也不是头发，就是很好笑。还有一条。直接讲出来，我还认得出来耶。然后他们说结束之后大家撤，他们撤，然后那个他们互相打招呼呗，就哎、欸、哦这种，就是哎、欸、你怎么在这？台下感觉真的不一样。那个粉丝很眼熟，哎、欸、不是，是成员。还有哈瓦哥。
而且那天我跟叶云讲说我要去，我说你怎么进来，我就跟经纪人姐姐讲的，然后我就说但我没有食物啊，想跟你讲，他说你都知道这样问你，因为你是李易云。叔叔最近是不是很喜欢易云啊？没有去看易云就是要带食物，Hello 志祥，没有啦，有话题有话题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这最近觉得每天都是圣诞节。莫子怡真的有点，我比不了，莫子怡太厉害了，我对叔叔来说不算什么啦。这么可以，对啊，人生这么难，不切一点怎么行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在吃饼干，我有礼拜六我去逛，有去市集，就是那个在圆山跟那个人很多的市集，快乐勇哥，然后不是啦，是那个圣诞节的，就是片片去的那个，谢谢勇哥送玫瑰。然后我在圆山，不是在市集，在圆山，它里面有一间很可爱的店，然后还有个包包。250小的，然后上面是恐龙，超可爱，我超想买。但，对，我超想买的，超可爱。那边很多东西都好棒哦，像一个里面，美食街，我要跟大家讲，最近出门记得都要戴口罩哦。恐龙的小包包，黑色的，超级可爱。然后还有三个款式，我看到的是最可爱的那个，没有啊，都很可爱。还有小易。好不好，大家最近真的出门要小心一点。对啊，为什么那天我一直在犹豫想要不要买，因为就是第一点是我很穷之外，第二点是因为我有一个黑色的侧背包，
一个。这就是那天我背他去亚东的包包，就是他，他就被他塞进我的包里。然后因为他买也有很久一阵子，对，两年一年有了吧。然后因为这种包包背久了，它会它里面的纤维会跑出来，然后就会看起来脏脏的，我看他很不爽。然后之前就问说，因为我有看别人有背，也是背很爱背这种包包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啊，你这种包如果这样起这种东西，你会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那就换一个啊。”然后就是很穷，所以就一直没有换。然后我那个礼拜天早上睡醒之后，我就滑，就这包包好像还不错哎。按没事，选好下单，我就哦，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包，恐龙的包包，我就哇，我可以买三个，是没有洗，没有，它是会有一条一条的东西跑出来，你有看到吗？这种有没有这个，它不是没有洗哦。然后它里面都起毛球了，起毛球。想要一只可以去买啊，它来自大阪的环球影城。我包打结了。换，讲换啊，又买了一个了，但是不同风格。我想要找，就是我想在，应该说我想找这种素的，然后是这样的，我一直找不到。那天看到那个还不错，那一种就有点这种形状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拉面道，好吃，拉面道。我一直找不到，我想要素的，找不到。大阪环球影城那个侏罗纪公园，他是那里出生的。那个谁，空牛也是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空牛是谁。空牛是跟他是亲戚。同乡，这包很棒啊！但我不知道我买的那个最后来我会不会喜欢，它是两小，就比较设计感。这个我就想买最普通，但是我就一直没有看到，所以我那天看到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个脑冲就买了。有人看到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是素的，我要素的，我不要上面什么小星球，不要哦。康乐，康纽，康纽，他叫康纽，不叫康乐。你这样讲，他妈妈会生气。然后我跟我们介绍这个勋章，他呢就是一个。插画家画的图，然后我当初是觉得它很好看就买下来了，就是对，然后我就别在这，每次出门都会有人问我说他是谁，我说他没有是谁，他也不是我未来男朋友，之前就是有人说他是我未来男朋友，我说怎么样，我瑞婷说他是我未来男朋友，我说怎么。我未来男朋友会长这样，就嗨宝贝，我就哈，没有啊，就是一个很好看的画家画的，我就那时候看到蛮喜欢的，所以就买下来了。他说我未来男朋友长这样，然后瑞婷就笑爆，看着他拿着的，
然后就一直笑，这也太累了吧，宝贝。我想要素的，哎，这种包包很方便。我最近都背它出门，我最近很少背红色那个，红蓝色那个。我在想尽办法把它背出门，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办法。这种包包的缺点就是它会屑屑，你不要小看这样哦，香菇，我跟你讲，我什么办法都试过，它就是会长，因为它是有一种有点，那怎么讲，就是你知道有一种有些紧身裤穿久了会跑出一些也算纤维，这是差不多的概念，叔叔应该会懂。然后我就会拿打火机去烧它，它就缩进去，但是它之后还是会跑出来，就是看起来会脏脏的。有啊，这个很多，对不对？希望我买的那个可以还不错。因为我忘记我这个去哪买的，我真的还蛮喜欢这个，它就没甜味，说买就买了，不是这样的。Hello， 阿当。真的很棒啊，这个包，虽然它有时候这个会滑来滑去，但是我还可以接受。Hello QK 男，请不要抖内在这里给我，谢谢。请多买一点我的生写真，谢谢，求求大家了。拜托了。Hello， 暗红。我不知道，我忘记我去哪买的。我真的忘记了，应该也买好一阵子了。那天就是背他去。哇哦，我要宿舍黑的。对啊，但讲好像你不要脸，不要。啊，我前几天跟我同学去看，我看到 Kangol 一个哦，那个我好喜欢，可是我的动植卷买掉了。不然那个也是很大，然后它可以手提哦，它手提还可以侧背，超好看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同学看，那时候看到只有那种米黄色吧，还算白色，不知道。他说可是很容易弄脏，我说它一定会有黑的，然后一转身就黑的，就是他没有买。Hello 新人店长 ，Kangol。这是我买的那个包，它不能取消订单，让我有点。我蛮想取消订单的。哎呀，真是很脑充耶！我到底在干嘛？自己买完很生气，我傻眼。我之前买了一个包，买了180，然后现在给我降价到1000有找是怎样？好想哭、哦。就叫我们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脑充。应该可以退货，它是网络的那种，网络。
官网站。我找不到那个包包，脑波太弱了，因为真的很好看，因为真的很好看，就是那个亮亮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那个是也是近期，我发现我很喜欢小包包，但是呢，我的气质平常就都不会背到那个小包包。包包好可爱哦，太逛起来了。我真的对于果冻包会很不受控制哎、欸，不觉得果冻包很可爱吗？可爱到爆炸！我真的就是跟我朋友出去，然后看到果冻包，我就默默的飘过去。但是我知道很多。我特爱看小包包，小包包就啊、哦、好可爱。Hello 三路 ，Hello 哈一，我真的找不到哎、欸。还是我可以不要去理货，他好讨厌哦，不行。哎呦。烦呢、欸！我脑波弱。嗯，谢谢切尔东送的枫叶。我明天就去看那个包还在不在。明天我就看那个包会不会在。嗯？嗯？Google回来了吗？后腿包啦，后腿包也 还不错。之前我姐有一个后腿包，然后也是小小的，我超爱抢来背。好像复活了。太好看，好看。我这个就是有时候看到那种非常气质的包，我觉得哇好好看，好想要，然后买到之后就会很少背它，因为我的气质就还配不上那些包，对不起。
我买那些非常气的包，你还是会在里面默默的看到一点我的个性。它里面看到一点蔡依林，你看到你就会知道哦，为什么蔡依林会买，因为他喜欢。我姐前几天帮我把包包套上了防尘套，我再拿来给你们看。生日的时候朋友送，可能是我看我喜欢他送的，很可爱啊。没有拿开了，这是套自己套的。你看我平常被他出门会合适吗？穿吊带裤，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搭，但是很好看，不觉得很好看吗？而且我觉得 Guess 他们家的实在真的是有够好看，笑死！我觉得他们家的居吸引到我了。里面有一个蜡笔小新卫生纸，其实我都会在我的包包里，就是各个包丢几包卫生纸，这样出门就如果忘记，里面还会有的。不觉得就是猜人会喜欢的东西吗？但是就是平常。吊带裤背着它，就没有那么搭，我就会很不爽，就买了不背，到底干嘛？最让我觉得当初不应该买的包。合照会哦，合照会那天蛮适合的。合照会那天我背的是后背包，因为那天我要装东西，所以我就背了一个容量比较大的。
合唱会那天我身上带了一套衣服，所以那天就没有那么漂亮。要装备卸一下才会比较漂亮。上次是谁说要去耶诞城？耶诞城不是塞爆吗？然后被人骂爆。我有看到新闻，那个马路就一直叭叭。我没有想去的意思。你们有想好吗？不是万圣节，圣诞节要怎么过吗？我已经想好了。不是，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新闻，超好笑，就是那个 YouTuber 去访问，就是看起来是单身的人这样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就是看那些落单的，我就是来抓那些落单的。”超好笑。打电动，我们家 Switch 拿去交换了一只狗，没有了。圣诞节写报告吧。我就看那个新闻超好笑，谁说只有情侣可以来，我就是来抓这些落单的，超级可爱。你可以去那里挂那个成真男友、成真女友。Hello， 盖瑞来啦。最近西门町有一位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西门町，大家都很缺。你们应该也抓落单的，我觉得抓落单的真的听起来很好笑。想出去玩都没有办法。开了鳄鱼，头发变长，我要开始留头发，这样我才能剪。这里下雪了，嗯，好不好吧？我们这里不会下。没有，你这样出门才会被抓走吧？那你也去挂成真女友，哇，好棒！那谁，笑你！啊，干嘛来着？忘记了。昨天就是跟阿瑞，然后回阿妈家，然后阿妈就给阿瑞一包那个饼干，然后那个饼干就是综合的那种，然后里面有这个，我就很想吃。我之前吃了一次之后，发现它好好吃，然后我今天跑去买，然后昨天看到那综合里面有，然后就阿瑞我帮你拿，然后就拿走，我要吃。然后就跟他妈妈讲说：“妈妈，我有衣
把饼干拿走，他说那是我的，不是已经被我拿走了，是我的。然后进电梯之后，他妈就说：“我说我要吃这个，谢谢。”然后他妈说：“我知道这个很好吃。”我说：“可恶，被发现了。”米饼吗？它是米果。他叫米果，差不多吧。我以坏，我以最坏了。他总在弄我，我都要生气。他一直在拨我的帽子，他就那样，然后最后一个拨掉之后，我就就这样，不要再用了。好吃的。气死我！叫没有人用。哦，对，然后他最近那个就是挂急诊，因为挑食不吃菜只吃饭，然后屎拉不出来，便秘，然后就满到这，所以吃进去的东西下不去，所以就又吐出来，然后就挂急诊了。Hello 水锤，然后说是不是肠胃炎，但是他只能吃吐司，哈哈。然后我昨天跟他吃吐司，我可以吃一口吗？然后就大家觉得我讲，然后就好，然后就走，我就看他吃，可以分我一口吗？然后我姐就说，到底是有多想吃嘛？没有，他就不喜欢吃菜啊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妈妈弹出来，妈妈弹出来，就是妈妈。”我小时候有这样，然后去看医生的，太可怕，真的就是照 X 光，肚子都是屎，上面食物，然后就剥了一块的，还你。而且他吃吐司吃好快，就会吃的。没有，他的个性很倔，倔到一个不行。出来好像流长，我的额头真的很高吗？我被大家讲到我的额头，我真的就觉得自己的额头高，因为大家一直说我额头高，然后就觉得我很高。我就是这样，人家一直讲，我就会觉得是这样。过敏源无处不在，但我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有点高。我觉得是这边的关系，我觉得这边不起来，应该就还好。可是这是秃的。然后我昨天在看人家那个去种植发的影片，笑死。我直这样，对，非常快，应该就会好一点了啦。对啊，为什么大家都说我看起来很秃？我没有啊。眼睛倒下吧。我觉得我是这里秃了，我觉得这里秃是很吃亏。
你看我如果绑马尾啊，不剪绑马尾就会变这样，反正也没有头发，反正也就是没东西。烦死了，手肘到手腕，这个不是脚掌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没有，脚掌没有那么大。我记得这是忘记了。我长得还算正常的吧。这是什么？是谁？ Hello 告白熊 ，Hello， 换战士。谁呢？最近觉得自己长得也不是很好看。我也想要去戴牙套，但牙套好贵。我想要把我的牙整一整，我的牙如果要整到好，应该超贵。可恶！我也想去买拔牙齿。哪有？也很黄。我不喜欢小的原因就是因为很黄。我觉得他很黄，个人觉得他很黄，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都很白，而且要很久。不是有那种隐适美吗？很多人都戴那个啊，我身边很多人都戴那个。好黄哦！每次开直播都觉得很黄，看着好烦。三重保湿成分，补水超有感。第二步，长效保湿，24小时密集锁水。应该有些人有听我讲过我门牙的故事。三岁看大，七岁看。现在比较少听。我们那么小，我们怎么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？很正欸，我说对，我说我还好吧，就是我觉得我的牙齿没有到很正。这一颗，这一颗是歪的，你看侧边，它是这样，侧边应该这样，可是它是这样，然后很黄，哼，黄，呵呵，就是黄没了。是女生版，真的是有个好听耶！我在每天单曲循环。为什么没有人讲话？大家都挂点了，没人理我。可以先评估牙齿美白。我没有去看的原因是因为，我之前有些人应该有听过我治门牙的故事，我不知道叔叔知不知道。这有人知道吗？循环。哈，你有听过我们牙的故事吗？还是这里没有人听过？好，没关系，没有人听过就好。反正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，反正就是，现在。你们看到的，其实这三颗都是假的，然后它的颜色是应该是固定的，对，这三颗是假的，因为出过某些事情，所以我的这些牙呢，就是对有根管过，然后有，
所以可能我去美白牙齿，就这全部都白，然后这几颗假的，黄的。我在想会不会这样，就是有可能要重新做过一颗新的牙，然后我做这个啊是比较便宜的，不是全瓷，全瓷就是反正就是比较好啦，然后这个没有到那么好，所以它会让我的牙龈萎缩，然后看起来黑黑的，所以我每次也不是很少人会这样跟我讲，但是就是会有人看到，对，就是他笑起来黑黑的，他牙龈萎缩，然后他就会变黑黑的，因为他里面不是全瓷，里面是什么材质我忘记了。啊，我们家附近这一间我常去看的那一间全瓷一颗要20000块。不是金的，金的中在这里，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要当偶像哎、欸。对，应该看得到，它黑黑的。我不太喜欢笑是因为这样，而且我在想，我笑起来歪会不会有可能是牙齿不整齐关系？很羡慕笑起来很好看的人，像七七，就我每次都很羡慕牙齿很漂亮的人，因为他们敢笑，我觉得很幸福。第一跟第二大主持，跟晚半年。是他会萎缩我的牙龈，然后就黑黑的，然后每次有人看到，请问还没啊，还没办。然后我这里应该，就是我想戴牙套的原因是因为这里，然后这里下面，因为我之前这里拔掉，这里有个洞。还是病。啊，身形那个不一样啊，那个多多少少还是会修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觉得好看，我不一定觉得好看，就是不太喜欢自己露牙笑。然后这里有个洞，对。然后后面，我后面这颗其实就是人家的那个。人家长大会拔的那一颗，但是因为我之前那里拔掉，后面的倒下来，然后它长出来，所以现在呢，他们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，反正就是说来话长。然后这里有个洞，然后它是还有东西在，但是也剩没多少，所以我智齿，对，智齿。然后我想要把它全部都挖掉，然后戴牙套把它往前拉。但是就是很贵。我记得牙套有可以只戴这边的，你真的有看过？哎，我同学有戴牙套，而且他的牙套超可爱，他去用，他之前用那个红绿，就是他套的那个。我们现在很多成员都在矫正呢、啊。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然后这个我也想拉一拉，这颗。什么东西可以选颜色？美白牙齿是美白牙齿，矫正是矫正，不一样。哦，你说选颜色。我不知道，他在用又不是我在用。是脑袋。我现在，我之前因为看这个门牙，然后就很常跑牙医，我已经就是看到已经牙医是什么。
轻松啊。虽然现在很久没去看了，如果要再去看我还是会怕，但看不出来的。对，但是不是有透明的牙套会有吗？就是透明，你们都能说什么？可是我觉得不管怎样对我来说都贵。你的荒唐，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没有，就是粘在牙齿上那种，不是那种。一口好牙很重要啊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每次就是开直播，就觉得自己的牙很黄，然后就默默的越来越退黄，因为太近了会超明显。Hello 本丸 ，Hello 本丸 ，Hi 本丸，牙痛真的很可怕，真的痛到爆炸。谢谢本丸送的乐福 ，Hello 臭阿凯，去洗牙，洗牙很舒服啊。痛心凉，真的是那个是没有办法阻止的，而且你看到。因为看到今天是礼拜六，你礼拜六痛，你就哭吧。礼拜六晚上痛，你就等着哭，因为礼拜天没有牙医会开。Hello， 本丸，本丸，你那天有去亚东对不对？痛到受不了，直接根管，连牙医都要预约。哇，好想听真妹子。你有看到我？有当然有啊。他杨姐都看到了。我都看到几个我熟的啦。我是真的好想你，好想抱一抱你。你拍照吗？我不在身边。没人想说，我怎么敢？我都要被杀掉！不是你被杀掉，是我被杀掉哎、欸。我们的未来，我就在你后面呢，看着你那边。Hello， 谢谢你哦。不过失去了一点点，伤口却无限。但不是你，不是，我是说，我是在你后面的，不是在你前面的。哎，你还自备椅子？彼此安慰。哎，我想问影视美跟那种。比较旧的那种，哪一种会比较快啊？好像是旧的，对啊，我也记得那种旧的比较快，因为它是拉的。可是九妹推荐的那个美，影视美。比较美观的啊，
就是可能像艺人要矫正牙齿，戴那个就会比较方便。在满月，你我心水面，整夜带作流泪。对啊，感你们的偶像感觉就是要戴隐形美，但是比较贵。对，还是你们觉得我以后毕业，已经想到毕业，毕业之后再去戴，贵很多，差很多。谢谢香菇送的花枝精粹。快忘记想永久一次，哭一回。形象吗？那我等以后再用。将你包围，越早戴越好。没有办法，我只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谢谢新签柠檬送的星梦一元宝啊，赶快存钱。没有，应该说如果我要用，我也要这全部都搞好了，我也才能戴牙套。你们觉得啦？我觉得没有很好看，我说我又变胖了，我就两个体重，等我一下，这双下巴有点猖狂。我想要美白嘛，我不喜欢我弄牙。厚了一点，重一点点而已。爆料是不行啊！我上次不是有跟你们讲吗？谢谢叔叔送的玫瑰。下好了一手，踩好了吗？明天就没事。没有，我是跟弟弟一样啦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冬天要瘦，但是冬天胃口会变差。婉婉，我记得你那天是戴白色的帽子。大小是差不多是50几啊，哎呀就那样啦，五一五二。握着你的手，却握不紧。如果爱情里面隐藏着秘密，要怎么填补？时间的风，我不信你。差点滑倒，还好没被你看到。我不知道。爱是缘分，不是牺牲，不可能，不会变可能。你不是我该爱的那个人，虽然一起看过日月星辰。真后悔是真，失了彼此的很晚。谢谢香菇送的眼睛液妆手，可是这个双下巴看起来很猖狂的，而且我昨天吃超多，我觉得我昨天吃超多，我来看看，我昨天有打下来，我昨天吃什么？
我吃了那个 Seven 最近的那个银丝卷，但是我只吃了两块，它总共切了三块，我吃了两块，因为一块被姐姐抢走了。然后我喝了一杯草莓牛奶，跟弟弟的两口吐司，那两口差不多这样吧。然后晚上吃了热炒，那热炒吃了蛮多的，我觉得。然后回家吃了一块妈妈的蛋糕。不是牺牲，不可能，不会变可能。然后我今天吃了麦当劳的意式烤鸡沙拉跟会是真，失了彼此的后文。我那天看到本王就是说，就是他很久没来找我，很久都不来找我吃沙拉。然后还有哦，这八块麦克鸡块就是意外，因为我同学吃不下，所以我只好勉为其难的把吃掉。因为我就说吃麦当劳，他说好啊，然后就打开我的麦当劳抱抱，然后我就抽到了那个麦克鸡块加一元多一件，四块麦克鸡块加一元多一件。然后我要分他吃，可是他点太多，吃他太饱，本来吃打拜托我可以吃20块啊，什么都没听到，但我真的可以吃20块。礼拜天我姐回来，我大姐回来，然后我的杯子放在桌上，她被我的杯子给吓到。这就是七七的那个杯子，就吃20。哼，可恶！希望我还可以在你这里留存一些信仰。吃饱了？没有，那个之前就是不知道想什么，然后对，半大胃王。但是我觉得要看吃什么。我跟你讲，你绝对吃不完的啦！你最讨厌别人激你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在我的人生当中学会到了，就算别人激，也不要轻易的去对。吃亏的会是自己，白饭配他自己准备的话，谁会最多？那白饭的话，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比。你家里的部分就已经很厉害了。那就点大杯的。我以前人家激我就会哦好，就像我如果现在吃这个饼干，然后去跟我姐姐拿，我觉得都不要。我以前会去拜托她，然后拜托拜托她就不给不给，我就拜托拜托我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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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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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寄个，她就好。应该说姐姐说你帮我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我给你吃一个，然后我就好。但是现在是我跟姐姐就说我想吃，她不给我，嗯好，不要就算。然后她过没多久跑来找我要不要吃，我就说不要。是以前会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以前被激过，然后。后果就是，反正就是我吃亏了。
怎么讲，被击鼓，然后我受伤了，所以我就告诉自己，以后只要有人击你，你也不要轻易的，对，怎么讲，也不是拉下脸，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，我觉得你们会听懂。对，我现在就会跟别人讲说，你不用激我，激我没有用。感觉对心理是个很深的触发，蛮深的。人生嘛，有些路没走过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对不对？前阵子跟同学，我很常，也不是很常，就是时不时会跟我同学送我回家，然后我们就会在我家楼下聊天。一个人想着一个人，眼角的泪，这不是。我就让他扮成这样，对吧？我会说你不要激我，你激我没有用。跟现在可能身边的人跟我讲说，跟我讲一些事，我都会，就是他跟我讲 OK， 然后就不放在心上，这样。听太多，要懂得消化。懂吗？不然自己会很累的。我现在应该说，我来到了这个团体之后，我也学了很多东西，看了，可能比我这个年纪看过的可能有一点点多，但是也没有多到哪。我是说自己要成熟一点，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成熟。比成熟，不会比你们还成熟啦。你们一些出过社会的，对不对？同学很常跟我跟你讲，就是我昨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人都怎样怎样怎样，我就会。然后如果他真的跟我讨论到这个人，我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，我就会直接讲出来。哦、我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觉得他那时候做的事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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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这个我个人的看法，对。也是一种出社会。对啊，摆摆款啊。我就觉得说幸运也是蛮幸运的，应该说我以前就说自己能选上真的很幸运，一路走来真的是超顺，顺到一个不能再顺，突然好感性哦。真的很幸运，那也可以认识你，幸运到不能再幸运了。你们自己想想看，当初是被骗来的，我这么无知的一个小朋友，然后被我姐一个人丢在那个那个什么青年社会发展处，不啦不啦不啦。我打电话，我打给我妈，打给我姐，没有一个人要陪我去，我就自己跟跑去二手，然后进去。我当时那时候当下的意思，我真的是觉得超级烂的。没有跟他朋友来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很不爽。然后就是现在，如果我们吵架，他就说你自己当初自己要去，你可以选择不要去啊。Hello。
们今天慢慢聊聊完再看讲序幕，反正没有关系，聊聊故事。姐姐回来了。你不是每天回来都讲这种话吗？我前之前阵子也差点被车撞，就对象的车傻眼的爆炸的那种。你这样讲完，就对象的车他这样，就是要他要左转，然后呢？他没有打方向灯。不是，他的打方向灯哦，但他不知道是没有看到我还怎样，他就直接左转。你扒他？我没有扒他，你知道他是怎样？但是我骑过去。正是我就骑过去，他一定要撞到我那种，而且是这样正面撞我。我跟你讲，我上次我朋友载我回来，他也是遇到的差不多像这样，他但是他没有打方向，但是他没有打方向灯，他左转，我们要直走，然后我朋友就啪。只有穿那个安全帽，没有那个变道先前慢，但会开车啊。啪，然后一直按那，他没有打方向灯左转，超吓的，吓到爆炸。可以检举他，当行车记录。Hello， 在台湾开车要凶，要凶，对他不会凶，他凶不起来。骑车都比较弱势。然后，二审完，三审吧，三审投票，那个投票数，看看人家，再看看我，就是差很多。只要投票这种东西，就是差人少之又少。是都垫底，也不是说垫底啦，就是不会多到那种说是第一二三名，就是六七前十都不可能。对，我在后面看，我直接在发生什么事，哪个棒？然后最后是营运选上了。我有说过那时候二审，我回到家就觉得我自己谢谢乖乖送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我那时候二审回去又觉得自己不会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回家就是睡觉啦睡觉。结果姐姐在我睡觉的时候，我她跟我妈讲，然后我妈跑来跟我讲说：“哎，你选上了。”然后我那时候是骂了三字经，然后。起床的，你说什么？直接秒醒，不用闹钟，直接秒醒，然后就到了三审这样。我那时候第几名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票数没有很高啦。票数没有高，然后就营运选上了，我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。这超真实的，超级真实的那一种。选上了之后就终审那时候去，我也是已经做足心理准备，虽然很希望自己可以上，但是就是也觉得自己不会上。然后那时候看到刘宇昌就放心了，我可以放心了。就看到我那个很丑很丑的头的时候，我就原来是我，居然是我，真是想不到。然后我的下巴还一个消失，因为我没有睡觉，水肿到下巴消失啊，不是脖子消失。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还上去，应该不很丑，应该是这样。然后那时候那个荧幕一出现，我们听到台下就远方有一个女生蔡依林，刘雨昕的部分。超好笑，看那个影片你就听到蔡依林，我那时候真的没想到会这么多人，真的没有想，我真的想不到会这么多人，是想都没有想到。握着你的手却握不紧。我们学校同时是有养一只鸭还是鹅，对，你确定你要讲？谢谢你，我才要谢谢吧。我希望我的粉丝 ，IG 的粉丝人数可以赶快冲上去，因为我有认识一个朋友，然后
我就觉得我输谁都可以，就是输他不行。然后前阵子我才刚超过他200多，因为我本来比他高，然后他就那一阵子好像不知道怎样，反正粉就涨上去之后，我就努力的追，我最近都超过了他200多，然后但是我预计他之后可能粉丝又会再冲一波，我希望我的粉丝可以现在慢慢的往上冲了，可恶。可恶，输他输谁都行，就输他，唯独输他不行。没有，这是我的个人私心的部分。要吃吗？吃那个娃娃就不要了。不要知道，当年忠诚的那些不在，没事的。是谁？这个朋友。我要吃上面的水果。时间，啊，错过了。那时候真的是紧张到一步。心灵豆汤的，对。没有，我们刚刚在讲故事，然后你就回来了，打到我的感性时间了，因为看到你。我只记得我那天很想睡觉，我超想要直接睡在那个休息室的桌子底下，因为当时才不会有人踢到我。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，还是会吧？好想要钻到那这样，还是会吧？有没有被踢到人家睡桌子上？没有，那个桌子就是不会有人过去的那一种，因为你没有人坐，然后只是放在旁边的。今天 Google 坏掉，你知道吗？不是 YouTube。Google， 整个 Google。来，我们一二三，一起拍手！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是蔡楼楼楼。现在的时间是12月14日，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心灵录探时间了。蛮好吃的，现在也干掉了。嗯，刚刚东西掉下来，谢谢大家送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这是谁？嗯，新桃对。所以然。接着滴碗肉汤，大家听好了。我的麦克风，好，我来了。太多童话故事。今天的滴碗肉汤，安全感是自己给的，你做的是好或坏。都会有人不开心，所以管好自己就行。别等事情变好了才开始前进，
在这个世代，心智要比困难还要顽强，气要比讨厌来，气要比讨厌的人还稳。要了解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别人正在做的事，也不是每个人都乐见别人拥有快乐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得不到就用抢的，抢不到就想破坏别人的。所以我们要用心在乎自己，走好自己的路，安全感是自己给的，不可以被别人抢走。这是今天的第一碗肉汤。安全感是自己给的，像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小朋友，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多多坚强。对，等一下吧。好啊，我们明天去 OK 吗？我明天下午没事，下午就没课了。我先把电话留到你吧。好，我们我们今天的电话呢第二碗肉汤，然后马上也为大家献上。最近大家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只要下雨，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忧郁。那我们就来念第二碗肉汤。但等我一下，我发现我刚刚截图截错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明天考，下午就没事了，十二点之后。不行，我明天要提早去学校。十二点之后，嗯，现在有点尴尬，就是我们拿着外面来的票券。我是觉得我们没有啊，你就存到那个里面就好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太多了啦，我觉得有点尴尬，人家看我。我们可以分两个地方，不然你要怎么办？我可以就是等人多的时候去用。不然你跟我自己做。你加一下。那还不够啊，我们还是要等到音乐。你不是还有那个？不是没有买吗？你说不用啊。哦，好吧。好，第二碗肉汤。就是有点突然，好，没关系，等下再补一碗给大家，好不好？下碗可以不要鸡汤，可以给麻油鸡之类的。好了，今天的第二碗肉汤，不要再废话，马上开始。不要去期待讨厌你的人有天会对你改观，喜欢现在的自己。自然会有喜欢你的人在身旁。讨厌、喜欢、冷漠、在乎，都是种情绪，不知不觉就会从心底的某处冒上来。它可以被感染，但很难会因为某个人彻底的改变。这就是为何期待别人的转变，不如期待自己的改变。在乎你的人通常会在乎你的所有，讨厌你的人也经常会讨厌你的全部，因此把自己做好比较实在。喜欢上现在的自己，自然会有喜欢你的人在你身旁，陪着你一起喜欢这个世界。这是今天的第二碗肉汤。怎么突然觉得人少很多啊？嗯，少蛮多的。谢谢六花生的掌声鼓励。我要为大家再献上一碗。
献给大家，也献给单细胞，好不好？谢谢哲心男子送的麦克风，谢谢，谢谢呱呱送的 kiss。今天加码的一碗肉汤，耳朵打开听好了。如果你现在正遇到困难，想想即将变更好的自己，不要轻易放弃，这就是成长。以前会烦恼的问题，现在看起来没这么烦了。以前会难过的事情，现在也只是心揪一下。以前花一天还做不完的工作，现在不到三小时就处理好。你以为你还停留在原地，但其实你一直在往前。事情与问题并没改变太多，而是你变得更强大了。为自己打气，如果你现在正遇到困难，想想即将变更好的自己，不要轻易放弃，这就是成长。今天的第三碗肉汤就献给大家了。礼拜一，忧郁的礼拜一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心灵肉汤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觉得我这里有头发。因为你今天说你很需要肉汤啊。谢谢大家的礼物。还有咖啡的香，啊哈，直接给跑掉了。不会怎样。我卡弹。不客气。想讲，但是姐姐回来我就不想讲。这有东西，我看到了。是永远还是笨蛋？让两个人相聚了又解散。世界是几度疯狂，随时要爆炸的船。卡弹了。新庄大学圣诞灯蛮漂亮的，是不是可以不用去板桥，去新庄大学看就好？才不会人挤人。换了另一个继续撩人的晚餐。新庄大学，你为什么都把你衣服挂在那？你们不是有房间吗？怎样了？可以去看看。你要去哦。
今年是紫色的。是哦。紫色有什么意义吗？这人笑什么啦？后面你衣服好脏哦。下面。今天是不是来听个四面唱？每次都少一本，我还是能看谁？我想要擤个鼻涕，许多。突然觉得少很多人，为什么大家不讲话？你们是不是讨厌我？好吧，那我也没办法。Foki 的头贴也太可爱了吧！真的是，他就是空鸟。认真的在用手机考那个机车的那个题库。我对于什么地名的那种牌子比较不熟，其他都还可以。在思考人生，在忙工作的事情上，好吧。天气突然会突然变了，老树小树们都微微惊了，路灯何时开始变黑了，街道又变得拥挤了，谢谢哲系男子送的麦克风，手势手势我还可以接受。是不是一个人？理想在为思念着。妈妈妈哦哦 ，Merry Merry Christmas！ 妄想再多的祝贺，不如回到家的温暖。Merry Merry Christmas！ 前进，右转，右转。我有看，他是看手掌，他不是看举起来的手。我有看解析。Foki 是不是最近也很喜欢采集啊？ Foki 要前往滴滴了。现在能换背景的地方都有漏漏，谢谢，也太害羞了吧，这么爱我是吗？这么爱我呀、啊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你是不是一个人？你想在外思念着某某某哦哦。这首歌献给香菇。妄想再多的祝贺，不如回到家的温暖。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你看你的贴文，你的文我贴成。好了好了，谢谢。不要。唱这首歌给你听。你是不是你想在外思念着一个人？网上再多的祝贺，不如家的温暖。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你是不是一个人？理想在外思念着某某某哦哦。Merry Merry Christmas。妄想再多的祝贺，不如回到家的温暖。Merry Merry Christmas。你思念的是麻油。
我喜欢这样牵着你，带我到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我不知道？我跟你讲，我那个咸酥鸡吃到现在我还没有去吃嘞。你看吧，我就说，今天礼拜一，等下出门还是没有开。那么我就说，每次只要想要吃一个东西，或者是吃珍珠，就是怎么想就是怎么吃不到。芋头冰呢？芋头冰我们吃前阵子那个月事来。可恶！来什么来？气什么？听一下。贴谱，喜欢。特别帮你做，不会，虽然老板认识，但是不会。我之前有一阵子超想吃珍珠，也是一直都没吃到。要不就是什么寒天，要不就是什么有的没的，就是不会是珍珠。什么野果寒天啊，就是没有珍珠。什么爱鱼，就是没有珍珠，就是要吃珍珠，不然就是吃到不好吃的珍珠。我真的觉得现在 TFBOYS 都很帅，以前就我以前最喜欢的是易烊千玺，现在是三个都很帅。Hello， 宝宝妹子，唱错。你们今天想要开久一点，开到五分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好像有点提早开，因为我看电脑八点的时候我就按了，结果手机是59分。我不喜欢吃仙草，仙草味道不行。我曾经有尝试过，尝试的要接受过它。多五分，没有，多六分。我觉得是59分开的啊，龟苓膏我不行，拒绝，超前部署啦。我很喜欢这首歌，可是我唱不了，我不太低吗？不知道，不会唱。像从前一样，我怎么变这样？变得这样重啊，唱错。龟苓，龟苓膏。你们知道最近就是 Seven 不是那个银丝卷嘛，然后我就一直好奇，前几天去买，我觉得，普普没有那时候很难吃，也没有那时候好吃，但是它的价格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，它没有大概50几块，它39块，然后你就会有一个用微波的炸的银丝卷，然后有炼乳。然后你觉得哇，这个人生实在是太美妙了。他好像吃水果。我们把一个柿子从脆柿放到变软柿，我看着它超大颗，我超生气。
我可能要提早广播，刚刚有人打电话找我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已经领一分了，你们赚到了一分了，你们今天还赚到一碗肉汤。我没有累哦，对，我昨天真的是晚上睡不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脖子这一块有点，我到后面觉得它是不是抽筋，反正就是我突然一个角度，然后之后就好酸好不舒服，然后那天昨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就睡，等了一阵子，然后舒服了一点才睡，是有点崩的感觉，现在有一点点的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是怎样，是抽筋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我们礼拜三聊了呀，好不好？等你们来呢，好不好？拜拜。说着不好，谢谢叔叔敲门了。间隔太久，会很想看你直播。是闹着，不像闹着，我觉得不像闹着。我礼拜三见的，要想我哟，大家。